在过去无数劫以前，那时候世上有一位佛，名叫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位佛的寿命有400000万亿阿僧祇劫。在这位佛的相法时代，诞生了一位素服身后的婆罗门女。妈妈，乖女儿，就是一堆泥巴石头吗？有什么好拜的？走走走走走。谢谢你，这本佛经送给你。拿了，走开走开，又是你们这些臭要饭，拿了本什么破书就想骗我女儿。告辞了。你给我回来，走，回家，不许再接触这些和尚，什么因果报应生死轮回都是编出来骗人的。你看那些和尚一点法术也没有，还不如跟我去拜大仙。可是妈妈，不要再说了。高兴见到您，小姐。最近您身体好些了吗？托您的福，好多了。哎，婆罗门女，早。你好，婆罗门女。大家好啊。自在王如来，南无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南无觉华定自在王。女儿啊，刚才大仙给我算命了，我这辈子能活到100岁，死了还能去天上享福做神仙，真是。你怎么又在拜佛？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拜佛能有什么用呢？妈妈，一切事情都有成因和后果。高大的树源于最初土里的种子，子女孝顺源于父母累世的缘分与恩情，身体健康源于爱护一切生命，财富丰饶源于布施帮助别人。如果您能长命百岁，转世做神仙当然好，可是您如果不修福行善，怎能得到这样的善果呢？那拜佛能有什么用啊？
礼拜佛像能够消除骄慢心，忏悔罪障，修习佛法能够开启智慧，了知生命的真意，供养僧人不失穷困，能够消除悭吝心，培植福报，如此这些都是累积功德的善行。我信佛修佛，其实也是为了您和大家，让善行的种子最终结出圆满的善果。这，妈妈，我知道您现在难以相信，可为什么不同我一起接触一下佛法试试看呢？你长大了，讲道理我说不过，反正我是不会信佛的。寻买供养佛的香花和供具，然后来到觉华定自在王佛塔寺内，大举供养三宝。后来，他在寺院中看见了觉华定自在王佛威德庄严的形象。佛的名号是大觉者，具足一切圆满的智慧。假如佛还在世上就好了，我母亲虽已死去，如果向佛请问，他一定
知道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少女，你不要太悲哀，我现在告诉你母亲的去处。啊，是哪一位神德来安慰我？我自从失去母亲以后，日夜想念，不知要到哪里去问，才能知道母亲生往何处。我就是你所瞻仰礼拜的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我看到你想念母亲加倍于一般常人，所以来告知你母亲现在所生的地方。哎呀，小姐，小姐，哎呀，小姐，你怎么了？小姐，小姐，小姐，愿佛慈悲，保住我母亲的伤处，我这身体不久也将死去了。你供养完后早点回家，端坐思维我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这样你就能知道母亲的所生去处。什么地方？这里是大地为山，西面的第一重海。我听说在铁围山的里面有地狱在其中，这是真的吗？实在是有地狱。我现在为什么会到这地狱来？海水为何滚烫？又为何有这么多的罪人和凶恶的猛兽？这些都是在阎浮提世界作恶的人。
天内，无人为他们做功德，救拔苦难。而且他们活着的时候，又没有修善，就根据再生时所造的恶业，感召受难的地狱。而要到地狱去，途中必须先度过这个大苦难。这个海的东面，经过十万英尺，又一个大海，那儿的痛苦加倍于这里。那儿大海的东面还有一个大海，痛苦又更加的倍。这都是众生三业五欲所招感成的。这些地方就是业海。那么地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三种海的里面，就是大地狱。在每一个地狱里，又有许多的小地狱，较大的有十八层地狱，其次有五百重小地狱，再其次有千百重小地狱。在每一个地狱里，都是受着无量的苦。我母亲因为邪见，讥笑毁谤三宝，不知道死后魂神投生到哪里去了。请问你母亲的姓氏？我的父母都是婆罗门种族，父亲叫施罗善现，母亲叫月地利。请圣者回去。Thank you.
请未来时为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广设种种方便，令他们全都离苦得乐。当时那位无毒鬼王就是财神菩萨，那位孝顺的婆罗门女就是地五藏菩萨。我永远是您的娃娃。
在过去无量劫久远以前，那时有一位佛，名为一切智成就如来。此佛寿命长六万劫，他在未出家前曾做过小国的国王。造恶业，恶恶相报，循环不止，以致生活穷困潦倒。现在整个国家也内乱动荡，国力贫瘠，岌岌可危。听说在你南边的邻国也是长期饥荒严重，你那批救灾粮送到后，情况改善了吗？为了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我大开国库，送去了几百车救灾粮。前些天，我想亲自看看粮食分发的情况，于是往南边的邻国走了一遭。
怜呢，真可怜呢。如果这些民众能够学佛修善，就不会这样愚痴造恶，彼此伤害屠杀了。愿我能早成佛道，来救度这些造业的人民，要让他们全都能成佛，一个都不留下。假如我不先度尽所有造罪受苦的众生，令他们都能安乐而成佛道，我就不愿意成佛。当时那位发愿要早成佛的国王，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位国王发愿要先度尽罪苦众生，不愿先成佛的，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曾经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过去无量劫久远以前，有一位佛名叫清净莲华目如来，他的寿命长达40劫。后来在这位佛涅槃之后的相法时代，有一位修行正果的阿罗汉，他时常接受供养，为众生培植福报，同时随缘教化众生。有一天，一位名叫光目的女子准备了美食来供养这位罗汉。
你今天设斋供养我，是想要求些什么呢？我的母亲刚刚过世不久，我希望能以斋僧供养的方法来为母亲做功德修福报。真不知道母亲现在究竟投生到哪里了。好吧，我为你入定观察一下你母亲的去处吧。亲生前做过什么事？他现在身处恶道里，正受着很大的痛苦。啊，我的母亲生前最爱吃鱼鳖之类的动物，尤其爱吃鱼子，或炒或煮，任意食用。常常这样吃下来，伤害的生命真是成千上万。请尊者慈悲怜悯我，教教我该如何救他脱离恶道之苦。你可以至诚诵念清净莲华目如来的名号，并且塑造绘画此佛的形象。这样做可以使活着的人和已死的人都得到善报。Thank you.
苦了。你的母亲已经脱离恶道之苦了，不久后就会投生到你家。光木家的婢女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出生还不到三天就会说话。
你真是大慈悲，能为母亲发如此大誓愿。你母亲在13岁舍报后，将投生为一位寿命百岁的凡智，命中以后又投生在无忧国土，寿命长得无法计算，最终他将会成佛，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时候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光目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而光目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从过去久远劫以来，一直如此慈悲地发无量大愿，广度一切众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无论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有两件事是人人都要经历的，那就是出生与死亡。如何正确地对待生死，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事情。地藏菩萨本愿经为我们讲解了怎样在出生与死亡的时候都能够获得利益的方法。那时候，释迦牟尼佛在兜利天宫为转生天上的母亲和无量天众鬼神讲述地藏菩萨的功德事迹，而伟大的地藏菩萨
就向大家讲述了这个生死两立的方法。世尊，众生造作恶业，从仙毫间就能积累到无量无边。有这种恶习的众生，临命终时，父母亲眷应当为他设供修福，以资助他来生之路。或为佛像悬挂伞盖翻床，点供油灯；或者诵读佛经，或者供养佛像以及各种圣像，乃至为他持念佛菩萨和辟支佛的名号。每一声名号，都要让临终之人亲耳听到，心识离去。这类造恶之人，本来果报是必要躲在恶道里受苦的，因为亲人眷属在他临终时做了这些圣善之因，使原来的许多罪业都能够消灭。若在他死后七七49日内为他广修善事，就能使他永远脱离恶道，投生做人，或转生天上受美妙的快乐，而在世亲眷所得的利益也是无量无边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请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相劝于世间众生，临命终时定要小心谨慎，切勿去做杀害生命、拜祭鬼神的恶缘。为什么呢？你杀害生命和拜祭鬼神，对亡故者不但没有丝毫利益，反而使罪障转身加重。假使来世或此生本来有圣因，可以转生人天享福，因为临终时被他的亲眷造下了这恶缘，就会殃及命中之人，要去辨白善恶，拖延他晚生善处。何况命中之人再生不曾做过丝毫善业，要依据各自的罪业在恶道里受苦，亲眷们怎能忍心再增加他的罪业呢？世尊，我观察这个世界的众生，只要能在佛教中乃至任何地方做哪怕像毫毛、水滴、沙尘般微小的善事，都能使他自己获得利益，没有一点空做的。这个世界的众生命终以后，大小眷属为他修功德乃至设斋供养，造许多善因，这命中之人就可以得到大利益和解脱吗？长者，我今天为了未来现在的一切众生，秉承佛的威力，简单的说说这件事。长者，未来现在所有众生在生命终亡的那一天，能够听到一个佛的名号，一个菩萨的名号，一个辟支佛的名号，不问他有罪无罪，都能得到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生时不修善因，造下许多罪恶，死后他的大小亲眷为他修造各种福德盛事，七分之中他只获得一分，六分功德是活着的亲眷自己获得。因此现在未来善良的人们呐，要趁自己耳目聪明、身体强健时修福，而那每一分利益
都能自己获得了。生死无常的大鬼是不期而至的，冥冥中的游魂不能够知道是罪还是福。在这七七四十九日内，如痴如聋一般，或在阴司中和判官辩论他再生时所做的善恶业果，审定后个人根据他的业果去投生，辩论未定时已是万千愁苦，何况要堕于诸恶道里去受苦。这命中之人在还没投生的四十九日内，念念都希望他的至亲骨肉眷属为他修造福利，蒙佛救拔。过了四十九日后，他就要随业受报。倘若是重罪之人，动辄百千年都无解脱之；若是受五无间的大罪，就会堕到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重苦。像这样的罪业众生，命中以后，他的眷属骨肉为他搬斋，以福德善事资助他，以免在恶道受苦。搬斋期间或食斋未完时，淘米干水和菜叶等物不可抛洒在地，而且各种食物没有先奉献供养给佛与僧，自己不能先吃。若违背了这些的规矩，且不精心勤恳，这命中之人就不能得到利益。若能精心勤恳，护持洁净地奉献供养佛与僧，这七分功德，命中之人可获得一分，六分功德由办斋的眷属自己获得。因此，长者，世间众生若能为他已故的父母或至亲骨肉眷属设斋供养，要至心勤恳地去做佛事，这样在生者和亡故者就都可以得到利益了。这时候，铁围山里的无数鬼王跟随阎罗天子都来到刀立天宫参加法会，其中有一位主命鬼王：世尊，我根据世人所做的业缘，主管世间的人命，生死的时间都是我所主管。我的心愿很想要利益他们，但因众生不能领会我的意思，以致他们生死都不能平安。为什么呢？世间的人出生之时或即将生产时，不管是男是女，只要做善事就能增上利益家宅，自然令土地鬼神无量欢喜，来拥护母子得到大安乐，还能利益这一家的眷属。或者小孩已经生下了，就要非常慎重，切勿杀生害命，用各种鲜味去给产母吃，以及广邀亲朋眷属饮酒吃肉、吹拉弹唱的办宴席，因为这样会令母子二人都不得安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惨难的时候，有无数恶鬼及妖怪想要吃这腥血，是我早令住家的土地神灵保护母子二人，使他安乐而得利益。这样的人见到母子安乐，便应修福修善，报答诸位土地神灵，
结果他们反而杀生害命，聚亲串友的吃喝喧闹，因这个缘故犯了祸殃，自作自受，母子都要受到损害了。另外，世间命中的人，不管他是善是恶，我都想让这命中之人能不堕恶道，何况他能修习善事来增加我的愿力呢？这世间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也要拜遣恶道鬼神，变作父母乃至各种亲眷来接引亡人，使他堕到恶道里去，何况本来就是造恶的人。像这样的世间男女，临终时神识已经迷惑昏昧，不能辨别善恶，乃至眼耳都没有听闻的能力，他的亲眷家属应当必须替他设办大供养，辗转读诵佛经，持念佛菩萨名号，有这样的善缘，能够令亡者脱离各种恶道，许多魔鬼神怪就都会退散。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能听到一个佛的名号，一个菩萨的名号，或能听到大乘经典中的一句一偈，我观察这类人能够消除五无间罪和杀生大罪，本该堕入恶道去的一些小小恶业，顷刻就能帮他解脱。你有如此大的慈悲心，发下这种在生死间保护众生的大愿，若在未来之时有男子女人到了生死关头，你不要退失这大愿，总要令他们得到解脱，使他们永得安乐。请不必忧虑，我将尽我的生命念念拥护这世间的众生，在生时死时都得到安乐，愿所有众生都能相信听受我的话，就没有不得到解脱的，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曾经在刀立天宫中为已经升天的母亲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部经讲述了地藏菩萨生生世世救度母亲的孝心故事和感人大愿，也特别讲述了地藏经和地藏菩萨的非凡利益。我今天在刀立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在人天道中所行利益大众的事，是不可思议的事，超入圣因的事，能证到实地果位的事，是毕竟不退无上正等正觉成佛的事啊。世尊，地藏菩萨慈悲怜悯一切受苦众生，在千万亿世界化出千万亿身形。我听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都在异口同声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和不可思议的神力，就是叫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都来说他的功德，也不能说尽。承蒙世尊向大众宣告要称扬地藏菩萨的利益，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宣说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事迹，令天龙八部能懂得瞻望礼拜，获得福利。观世音呐，你和娑婆世界有很大的因缘，若天人，若龙众，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众生，听到你的名号或见了你的形象，有恋慕赞叹你的，他们对于佛法的无上道必定不会退转，还可长生人天道中受大安乐。因果成熟时将会遇佛受记，你今天这样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现在就依你的请求宣说地藏菩萨不可思议的利益之事。未来现在诸世界中的天人天福享尽了，就会出现五种衰败的现象，有的甚至堕落到恶道。这样的天人无论男女，出现衰相之时，见到地藏菩萨形象或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能够去瞻望礼拜，就能增加天福，不但不堕恶道，反而受大快乐，永远也不会堕到三恶道里受罪。一沾一礼就可以转报，何况见闻地藏菩萨后用种种香花、衣服、饮食、珍贵的玩具、宝贝、璎珞去布施供养的，所以得到的功德福利是无量无边的。倘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的六道众生临命终时能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只要有一声听到耳朵里去，就可
以不经历三恶道的苦楚，听到一声就得神力，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把此人的屋宅、财物、宝贝、衣服卖掉，去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呢？假使此病人未死之时，亲自眼见耳闻，家人将他的田宅、宝贝卖掉，为他去塑化地藏菩萨形象。若此人业报该生重病的，以塑像的功德立刻消除业报，病自然痊愈，还可增加寿命。若此病人命已终亡，本有罪障该堕恶道的，以塑像的功德，死后可以超生天上，受大快乐，一切罪障都可消灭。倘若有人在婴儿或十岁之前就亡失了父母兄弟，长大后思忆家人，希望了知他们转生何方，此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听到菩萨名号，一会儿瞻望，一会儿礼拜，这样一日到七日，始终发心祈望，从此往后只要听到地藏菩萨名号，遇见地藏菩萨形象，就能瞻礼供养。此人已死家眷，若因再生恶业堕于恶道，受着亿万年的痛苦，承蒙他的孩子或兄弟姐妹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及瞻礼的功德，就可以解脱恶道，往生人天，受大快乐。此人家眷若是本有福德转生人天，承蒙此功德，更增添善因，受无量安乐。此人更能在三日或是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念名号满一万遍，可以得到菩萨现出无边身形，具体告知家眷所生的世界，或在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此人到各个世界中去见每一个家眷。见过亲人之后，此人若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号千遍，至于千日不间断，就会得到菩萨遣令他所居住地方的土地鬼神终身保卫拥护，使他现世衣食丰足，没有疾病痛苦，乃至凶横祸事都不入门，何况近身。此人毕竟可以得到菩萨来摩顶受记。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欲发广大慈悲心，救度一切众生，欲修无上菩提道，欲出离三界，这些人见了地藏菩萨形象，以及听到名号，一心至诚地去皈依他，或用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后，再去瞻礼，这些善男女的大愿，速能成就，永无障碍。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心愿，只要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所求心愿都可随意成就，或求起地藏菩萨发大慈悲，永远拥护自己。一发此心愿，在睡梦中
就可得到菩萨来摩顶受记。若未来世的善男善女真是大乘经典发不可思议的心想去读诵，虽然遇到名师教导，但是玄寂玄妄，经年累月不能读诵，此善男女等有宿世业障没有消除，所以对大乘经典没有读诵能力。这样的人听了地藏菩萨名号，见了地藏菩萨像，把心愿恭敬地向地藏菩萨陈述，用香花、衣服、饮食、各种玩具供养菩萨，放一盏净水在菩萨像前，经过一日一夜，然后合掌请佛，回转头来向着南方，把净水饮了。入口之时要至心郑重，服水完后要非常谨慎，切勿吃五辛酒肉，不可邪淫妄语杀生害命。经过七日或二十一日，在睡梦当中就能得见地藏菩萨现出无边身形，用法水来灌头顶，梦醒以后就能得到聪明。大乘经典一经耳闻，即当永记，再也不会忘失一句一句。若未来世有人衣食不足，所求不得，多病多灾，家宅不安，家眷离散，或是遭凶横祸事，忤逆心意，睡梦之间神魂不安，有许多惊惧恐怖现象。这样的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见地藏菩萨像，能至心恭敬地念地藏菩萨名满一万遍，这许多不如意的事就会渐渐消灭，得到安乐，衣食也丰足有余，乃至睡梦之中也会安乐。若未来世有善男善女因伴至生活，或有公事私事，或关乎生死大事，或有紧急要事需要走入山林过渡河海，或遇大水途经险道，出门前应当先念地藏菩萨名号一万遍，这样一来所过的地方就有鬼神卫护，无论行走居住是坐是卧，可以保护平安，乃至碰上虎狼狮子，一切要毒害人的东西都不能来损害。地藏菩萨对于阎浮提有很大的因缘，若要把他利益众生的事都说出来，就是百千万劫中也说不尽。因为这个缘故，观世音，你要以你的神力来留护这部经典，使娑婆世界的众生百千万劫永享安乐。
在这个浮华的世界里，很多人因为贪婪、无知、嗔恨而迷失了本心，造下种种罪恶。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造下罪恶的人死后将在地狱里承受无边的痛苦。地狱在大铁围山的里面，其中有大地狱18所，次一等的地狱500所，再次一等的有1000所。其中唯独有一处寓所，名叫监。无间地狱的狱城，昼匝有18000里，城墙高1000里，都是用铁做的，熊熊烈火从上到下燃烧不息。狱中还有床，遍满10000里。间地狱，是因为有5个缘由感召而成的。第一，是日日夜夜受罪受苦，以致累经结束，没有一刻停止，所以叫做间。第二，是一个人在地狱里是满的，多个人在地狱里也是满的，所以叫做无间。第三，是施罪用的器具，没有不齐全的。罪人会被各式各样的刑罚来折磨，这样的毒痛苦楚，在无数劫中相续连接，没有间断，所以叫做无间。
思，是无论男女、种族、年龄、贵贱，或龙或神，或天或鬼，有了造罪行恶的业感，堕在地狱里，都是同样的受苦，所以叫做无间。第五，是如果堕在这地狱，从刚进入时直到百千劫，每一个夜都要经过几万回的死，几万回的复生，就算是想要极短时间的暂停，也不可能。直到业报穷尽了，才能转生到其他地方。这样反复生死，连绵受罪，所以叫做无间。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痛苦？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折磨？为什么他们即使死去，也无法逃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投生到这里？他们曾经是人，因生前犯下的罪行，死后才来到这里。在我们的世界，有五种罪行会堕入无间地狱。妈，妈，妈，你快点，快拿钱来。我还要接着上网去呢，赶紧把钱拿出来。已经没钱给你了。你要干什么？你每次都这样，别跟老子废话，钱在哪儿？赶紧给我。钱都被你拿走了，家里只剩点吃饭钱了。你想让全家都饿死吗？老子不管那么多，你到底给不给？你这个逆子，我绝不会再给你一分钱了。逆子是吧？好，不给钱是吧？老子逆给你看。倘若有众生不肯孝顺父母，或者甚至杀他、害他，应当会堕落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
些统统都是封建迷信瞎扯骗人的。哼，今天我要把这些全都给毁了。你这老秃驴，滚一边去！不能这样啊！哎呀！可怜呐！我算老几？老子比佛厉害多了！倘若有众生出佛身的邪，或者毁坏羁绊佛法僧三宝，不恭敬尊重经典，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经过千万劫也无法出来。尼姑庵里不知道有没有漂亮的小尼姑啊？哎，快看快看，那小光头还真俊俏。小丫头，害什么羞啊？让哥哥来疼你。放开！这也没人，要不我们在这儿亲热亲热？倘若有众生侵害损坏僧众常住的地方，玷污僧仪，或在伽蓝一年肆意的乱行淫欲，或是杀害生灵，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你们供养我功德很大，保证能让你现世发财，临终往生。一会儿我就为你念经祈福。谢谢师父，那我先告辞了。都不帮那些傻瓜念了，专门来看你呀、啊。倘若有众生假扮沙门模样，他的心并非学沙门的心，破坏常住的规则，乱用常住的东西，欺皇在家居士，骗取供养，违背僧人应守戒律，这样的众生应当会堕亡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也
无法出来。窃取十方物，偷窃了常住里的财物五米、饭食及衣服，乃至无论哪一件东西，主人没给予你，你把它取来了，这也应当落网无间地狱，经过千万亿劫，也无法出来。作此忤逆重罪，将堕无间地狱，受苦无穷无尽，求出无期。愿一切众生永不再造罪业。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圣者，
被人们尊称为西方三圣。关于他们的佛经有很多，《悲华经》就记载了其中的一个故事。在过去无数劫久远以前，有一位转轮圣王，他有1000个儿子，长子叫做不炫，次子叫做尼摩，父子众人都尽心供养一位宝藏如来，并跟随他修习佛法。这位转轮圣王在宝藏如来前发下了成佛的大愿，世尊授记他将在未来成为无量寿佛，佛土的名字叫做极乐世界。接着，不炫太子在宝藏如来前也发下了成佛的大愿。世尊，今天我要大声地向一切众生宣告，我所有的善根全都回向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愿我行菩萨道时，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恐怖的事，退失了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堕落到黑暗中，身心忧愁，孤苦穷困，没有依靠也没有房屋的时候，若他能够意念我，称我的名号，被我的天耳所闻，天眼所见，这个众生若不能免除这些痛苦烦恼，我终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世尊，我今天还应当为了众生发起最殊胜的大愿。如果无量寿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了度化众生的佛事，进入涅槃后，我将在正法住世期间修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当无量寿佛的正法在初夜灭去时，我将即刻在后夜成就佛道。你观察天人和三恶道的一切众生，而生起了大悲心，想要断除众生的苦恼，令他们安稳快乐。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当命名你为观世音。在无量寿佛涅槃后的第二个恒河沙的阿僧祇劫，正法在初夜时灭尽，到后夜佛土就转为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种种庄严美好的景象，无量无边。
将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成佛，名为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寿命长达96亿那么他百千劫，涅槃后正法住世63亿劫。最后尼摩太子也发愿在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之后成佛，庄严的佛土与一切佛事都与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等同无异，宝藏如来授给他，将在未来最大的世界成就佛道，因此命名他叫做大势至。在《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在过去无数劫以前，有一个世界名叫无量德聚安乐世现，这个世界有一位佛名叫金光狮子游戏如来，他的佛国清净庄严，无比美好。在这位佛教化的时代，有位名叫威德的国王，以正法治理着上千个国家。一天，威德王在园林中修行，进入了禅定三昧。你们是天龙还是夜叉？是人还是非人？请告诉我你们的名号。一切诸法空，云何问名字？过去法已灭，当来法未生，现在法不住，忍者问谁名？空法亦非人，非龙非罗刹，人与非人等，一切不可得。啊！明明者虚空，明明不可得。一切法无名，而欲问名字。欲求真实名，未曾所见闻。复生法即灭，云何而问名？说名字语言，皆是假施设。Thank you.
陀啊，请问什么是供养？愿您讲解它的意义和方法，让听闻者依此行事。香花、音乐、衣服、医药和卧具，这些供养里哪一样是最好的呢？能发起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就是供养佛，用无数珍妙的物品奉献供养给诸佛，不如以慈悲心回向成佛的菩提道，这就是最好的供养，其他任何供养都不能超过它，获得的福报无量无边，不可计算。发这种菩提心，必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啊！一切天龙鬼神，请听我说，我们今天在佛陀面前立下大誓言，愿发菩提心。生死流转了无数劫，不知道哪里才是边际，为了救一个众生都要多劫的行菩萨道，何况每一劫中都能救度解脱无量的众生，所以修行菩提道又怎能生起疲惫厌烦之心呢？我从今天开始，要是还生贪欲心，就是欺诳十方一切的诸佛；要是还生嗔恚、愚痴、悭贪、嫉妒的心，也是如此。今天我说的是绝不虚妄的真实话语。从今天开始，我如果像声闻众那样只顾自利，而不去行救度众生的菩提道，就是欺骗世尊。我不去求只能自我觉悟的圆觉圣果，我要在万亿劫中以大悲心救度解脱一切众生。今日世尊的国土清净安乐，美妙庄严，愿我成佛时国土超越此百千亿倍，没有身为圆觉这样的众生，只有发菩提心的大乘菩萨，数目没有限量，他们都清净无垢，具备上妙的喜乐，在正见的佛法中出生，能受持一切佛法宝藏。我这些誓言如果诚实不虚，大千世界应当为此震动。那时的威德王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而两位童子就是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两位大菩萨是在金光狮子游戏如来前出发了菩提心，他们在发菩提心之前就懂得名字不可得这样深的智慧，是因为他们曾经无数生供养佛，种下过种种的善根。那时的无量德聚安乐示现佛国，
就是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在将来久远不可计数的时节后，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也会涅槃。涅槃后，正法住世的时间与阿弥陀佛无量的寿命相等。阿弥陀佛住世和涅槃后所度化的众生也是一样无量无边。阿弥陀佛涅槃后，也许有的众生见不到佛，但如果有菩萨能证得念佛三昧，就可以常见阿弥陀佛的不灭法身。阿弥陀佛灭度后，极乐世界的一切宝物，流水、浴池、莲花、宝树，仍然恒常地演说法音，和阿弥陀佛亲身说法没有差别。阿弥陀佛正法灭后，过了中义，明相出现时，观世音菩萨将在七宝菩提树下结跏趺坐，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名号为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他的佛土是自然的七种宝物巧妙组合而成，庄严的美景用无数节时间都说不尽，比金光狮子游戏如来的佛果还要庄严亿万倍。那里没有声闻缘觉，都是发菩提心的大菩萨充满国土。佛国的名字就叫做众宝普及庄严世界。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在世时，由大势至菩萨亲近供养，直到涅槃。涅槃后，大势至菩萨仍然奉持正法。正法灭尽后，大势至菩萨就在这个国土圆满成佛，叫做善助功德宝王如来。他与普光功德山王如来的国土光明、寿命和菩萨数量乃至正法住世的时间全都平等一样，毫无差别。Thank you.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生命电视台一打开，哎呀，心就得到了佛法的加持，佛法之光就照着我们全家，不管你的家人有没有学佛，他都得到三宝的加持。所以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弘扬佛法，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要好好的关心生命电视台，更要感恩有很多生命菩萨到处到外面去邀大家来护持生命电视台，出钱出力，也希望各位多邀请别人收看生命电视台，护持生命电视台，让生命电视台更有很多的这种资粮来制作更多普度众生的好的节目、动画、连续剧，请更好的法师，甚至到海外的佛教活动这么好，可以买更好的配备，制作更好的，那么这种生命弘扬佛法的节目普度众生。所以各位多关心多护持生命电视台，阿弥陀佛。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简称生命基金会。欲索取生命基金会各项出版品，欢迎至海内外各生命电视教育中心及波罗蜜免费书房查询。Thank you.